象，你怎么了？我的狗狗呆呆死掉了。生老病死是生命必经的过程，不要太难过哦。难道你不会难过吗？不会啊，但是我理解任何生命都会逐渐老去，所以我们要珍惜年轻的时光啊。因为我们都会死去，所以活着的时候更要珍惜身边所有美好的事物啊。还有，生病都很痛苦，平日就要好好爱惜身体啊。呆呆，不要丢了。球球在哪里？球在这里啦，呆呆。但是我还是很想念，很爱他。那如果将这个爱放大呢？